受生命又不会停息，相信自己的身体中带着潜在的能力，改变总想带来成长的惊喜，万丈光芒照耀一个崭新的天地，善恶就存在我们的身边，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，第一想到就要奋战到底，要在恶念大起之前拿出你最大的能力反击，最后的胜利属于勇敢的自己。炎龙下，青春脸上就是炎龙的力量，无限就是破除炎龙铠甲，封印下，去持续深入巨幕的力量，说是纸那是怪，召唤魔师封印铠甲，黑心下，紫热阴潮散发了火烧的力量，召唤就是黑气铠甲，血号下，他又能高能入至今的力量，还有地虎下，他要召唤都是地虎铠甲，退缩，是为守护出的量子，投降。追击，不容敌人一丝丝喘息，胜利，就在给几个印度统计。我们是光的英雄，我们是铠甲勇士，我们是赢的克星，我们是铠甲勇士，合体铠甲，我面对阴击，我们是光的英雄。合体铠甲，我穿梭光影，我们是光的勇士，我愿证明我一定胜利。我们是铠甲勇士，无论如何一定要赢。我们是铠甲勇士。最后的胜利属于勇敢的自己。